你子不就要复制过吗？那小明过来，小明来，儿子他也咬，那外甥也咬啊，那外甥女儿，你说那儿子给咬的，你说那给儿子咬，都咬成啥样了？儿子，那娘亲舅大吗？那外甥不对，那肯定就得管呢。你就外甥咋不对了啊？咋不对了？你说外甥？那跟老舅没大没小的呗。那跟老舅咋的了？没大没小的呗。啥叫没大没小的呀？你这在这钻牛角尖呢吗？你偷枪了啊？多大点事儿啊？你对孩子大喊大叫的，老四。好了啊，老四。啊，宝宝依然是宝宝，老四啊，宝宝依然是宝宝啊。来打的是不是不让打？老四，让我打宝宝，让我打，大宝让我打啊。哎，小明坐起来，你看老大头顶上的胎记。跟小迷糊头顶的胎记，嗯，媳妇儿这长的位置都一样啊，兄弟们这长的位置都一样，难道这就是天生注定吗？兄弟们啊，老大的浑身都是白色，小迷糊的浑身都是棕色，兄弟们看不着，嗯，媳妇儿，你瞅瞅，你自己仔细看，多像。小迷糊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过来看看来，小迷糊这个头顶这个毛，它长不出来这个棕色了，它能只能长在白色。你看看啊，它的毛全是白色，看不着。哎呀，可不呗。小迷糊头上长出来的毛，兄弟们，全都是白色。小迷糊头上长出来的毛全是白色啊。啊，它为什么长的毛都白了呢？啊？为啥呀？这真是兄弟们，这儿子呀，随着姑姑啊，兄弟们，都说孩子有的长舅家像舅舅，啊，小姑姑长得像姑姑啊，兄弟们，啊，哎，你说他这个毛为什么长成白色的了呢？真是白色的，兄弟们，你看啊，小牛这边毛真是白色的，真是白毛，你看，你们这边看不清，别动，明白？看不着，小牛头上长着白色的毛。大家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点点亮啊！感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。哎，你说头顶上这多像啊！我的妈，跟小迷糊啊！啊，你俩真是的，你俩真有缘呐！啊，是不是？坏了，破相了，完了，不好看了，咋？胎记呀，啊？胎记呀、啊，小迷哎，俺家老大头顶这个胎记，俺家老大头顶上这个胎记呀、啊，兄弟们啊，足以证明小老大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啊，就已经注定有小迷糊了。啊？上辈子的一家，认为是咬的疤。哎，这就注定咱们家以后肯定有一个小迷糊啊！你演示一遍，小奶狗怎么上我们家上厕所？好，起来，小奶狗现在要吃饭啊！啊，这不吃完饭了吗？吃完饭，小奶狗，我跟你说，一般的小奶狗啊，一般的小奶狗吃完饭就会颠颠颠颠颠颠溜达溜达溜达。瞎溜达，哎，在地上跑，跑来跑去的，这转圈儿，他在转圈儿，要拉粑粑了，知道吗？转圈儿，哎，他这着，那他想吃，哎，他想吃，没吃饱，好，等他吃完饭了，给你们看了啊，看好了，就你要看的小狗，好了，他先找地方上厕所了，你看，他转圈了哈，他转圈了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家的小狗，在他吃完饭，一直到等他拉粑粑。顶天顶天不再超过两秒的，兄弟们知道吧？所以你要抓紧把你这个小狗抓起来啊，这样飞速的跑往那个卫生间，兄弟们飞速的去往卫生间啊，速度有多快有咱得跑多快。然后呢，咱跑到那个卫生间里头呢，这边你过来一下，镜头跟进，咱们进卫生间里头，咔嚓给我撇给的，咔嚓
在里头大小便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完了出来，有的小狗吧，它在里头待不习惯，该哎，不许出来，哎，这不给它关里头了吗？你留个这样大的小缝儿，这样的，哎，你就这样，巴眼来瞅，他什么时候拉完，你什么时候让他出来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这个活一定要有耐心，知道吧？哎，就这么巴眼瞅，疼卡了。但是一定要屏住呼吸，兄弟们啊，不要让他知道你在门口呢啊。他如果你知道他在门口的话，他给你耗时间也耗不起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来瞅，好，哎呀，蹲这了，拉了，好，兄弟们。就比如说现在已经拉了啊，好了，看完小狗拉了，咱抓着这个小奶狗，兄弟们啊，好好的啊摸摸它，然后给它奖励，兄弟们不用擦屁股吗？啊，现在不用擦屁股，它现在还小，不会拿纸啊，就它现在这会儿，兄弟们给它奖励，家里有啥好吃的给它啥好吃的，它这么点只能奖励狗粮，对，只能奖励狗粮，兄弟们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兄弟们啊，学会了吗？兄弟们学会的话大家打个学会了啊，我就是这么训的，兄弟们，咱家狗我都是这么训的啊。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训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，知道吗？非常难，不是训狗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啊，老铁们，需要有耐心，兄弟们，而且需要有责任，需要主人有责任心，需要有耐心啊。小狗都进说，小狗如果狗狗，兄弟姐妹们，狗狗如果不吃狗粮的话啊。我告诉你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老四，过来，告诉他们不吃狗粮怎么办？老四，啊，不吃狗粮，不吃狗粮，蹲监狱，蹲监狱，一蹲一个窝窝头，一监一个窝窝头，啊，就这样式的，兄弟们，给关笼子里头，啊。不给他唱这个歌，不吃狗粮蹲监狱，蹲监狱，一蹲一个窝窝头，一蹲一个窝窝头啊，带眼儿的啊，这种饿着他，兄弟们啊，告诉他给他关起来，什么时候吃，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吃，什么时候再给他放出来，兄弟们啊，一蹲一个窝窝头，一蹲一个窝窝头，带眼儿的啊，带眼儿的啊，感谢大家伙啊。哎，最后一句应该是饿不饿？老四，你饿不饿？老四，饿不饿？我跟你说，你给他关起来，不好好吃饭，你给他关起来，没一个不吃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他没一个不吃。你饿不饿？饿了出来吧，老三，饿了吧，饿了出来吧。一天不吃关一天，两天不吃关两天，三天不吃关三天，第四天他指定吃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天下没有挑食的狗，知道吗？天下没有挑食的狗，它只是不饿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狗不再说把自己饿死的，啊，老铁们啊，狗不再是。不再说自己能把自己饿死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放心吧。哎啊！铲零食啊！滨州是哪儿啊？滨州发不了货。啊，发不了货。大连。啊！哎呀，大连。不知道啊，老爷给你们拿零食啊。你们一块儿回头，哎，看。咱们平时最喜欢吃的零食。小明啊，这么的啊，滨州是山东发货。你们已经做好了，媳妇儿，我来个才艺展示，行吗？嗯。啊，我把零食，我摆几个零食，我让他们不吃啊，我看他们给谁啊？好了，我让你们吃，你们才能吃啊。哎，小明啊，这两个泰迪。这俩太强了，那我刚说完你就抢走啊？啊？
听话呢。这真没有拉布拉多听话，真的。不许动，再把它塞往下。快点使点。这样啊，我跟你说，谁再不听话，我就揍他了啊！我跟你说，谁不会听话？听见了吗？对的。哎。啊，伟哥，你真那么不听话是不是啊？你真挑战我的底线是不是？啊？这小迷糊，小迷糊是真迷糊啊。小迷糊你真的，小迷糊那没招啊，直播呢，我不好意思揍你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给我长点脸啊，小迷糊啊，我这又真打你了，知道吗？不许吃啊。哎哎，我发现你这狗咋这样子啊？啊？不，我发现你这不上瘾药了，你啊？啊？啊？坐下了吧？啊？你有上瘾药了？啊？我今天我就在这看着你，你敢吃一个你试试。你敢吃你试试，你敢吃你吃啊。谁像你似的啊，谁像你似的。哎，你看他们三个。啊。听话吗？你说你听话吗你？啊？你看老四他们。像不像？像不像老师在那训训同学？预备，一、二。我的妈！你看他什么时候听过话呀？他人都听话，就他不听话，那还给他吃呢，兄弟们啊！你都吃过了，你还抢？你都吃几个了？那没完没了的呀！啊！我是服了啊！我看小明这把讲长不长记性，我看他这把长不长记性，兄弟们啊！小明，老爷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如果你这把不听话的话，我直接给你关在小黑屋。我让给你拿个馒，我给你拿个窝头，让你们在里面啃一宿窝头，我给你整个硬菜。小石，听话啊，不准抢，知道吗？五个零食，啊，到一边喊到三的时候，你们再抢。啊，他竟然没抢，啊，不许吃。小明，你有点太那么，你有点太过分了啊！门还没关上呢，屋那个屋还没进去呢。你他妈太过分了啊！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能不能坐好了？石榴不许动啊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谁带头啊？小迷糊带头呗。你干啥呀，小迷糊？啊？你要干啥呀，小迷糊？你想干啥呀，小迷糊？啊？你能饶了你吗？Yeah.
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你饶了你老爷我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我整不了你了是不是啊？你饶你老爷我行不行啊？小叔你饶了我吧行不行啊？饶了我吧行不行？行不行啊？饶了我行不行？那咋就不听话呢这小狗啊？其实你怕他再咬你，我怕他掏你、啊、我怕他掏你脸。你能咬你老爷吗？啊，我跟你说你要能咬你老爷你就太过分了知道吗？就坐好了看好了来，你让他坐下呗。你能咬你老爷吗？啊，老爷对你多好啊啊。我没使劲儿，听话，听话，知道吗？听话啊！不行话坐屁股了啊！坐屁股啊！打屁股。打屁股，打屁股，你看我使劲了吗？啊，打屁股，你真行，小屁股。哎，服了。今晚下单，明天发货啊。我看你们谁吃，我看你们谁吃。我看谁，你们谁敢迈出第一步？我没喊到三的时候，谁敢迈出第一步？他妈了个货！你是真挑衅我呀，小明啊！你是真挑衅我呀啊！坐好了，咱坐着来，咱坐这儿。有大米没了，大米有啊。我看你们谁敢迈出第一步来？大米在二号链接啊，就你不一样是不是啊？就你跟人不一样是不是？啊？你看，一点都不听话，现在苗子塞了，一点不听话怎么办？三万，你说怎么办？三万，怎么办啊？别叫，别叫啊！给三爷，出去找子，回家。小迷糊就是个二流的，我跟你说，二流，油盐不进呢。谁敢迈出第一步，我就揍他，知道吗？忍住了，考验你们耐心的时候到了啊！预备，考验耐心的时候啊！看谁有耐心啊！
不给小牛吃啊，爱谁吃谁吃，不给小牛吃。那就不给他吃，不听话。不听话。怎么了？再往退，往退，退退退退。好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。三万，你往后点，你听着你。三万也等不及了。等不及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听话听话。听话啊。好了，注意高。好了啊。你他妈给我坐这儿。听话了，我发现你小牛啊，都手落下的啊，都手落下的啊！我想我怎么待在这里？谁抢的？谁抢的？好，谁抢的？都四，听话啊！来，预备，一。七，你听不听他七？吐出来！我喊的是七。小迷糊可气，我跟你说，小迷糊真是不听管教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可咋整？你说，你说这怎么就整不明白他呢？啊，小迷糊。